Vem na frente, ela! Vem, vem!连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连长，我没事，鬼子的狙击手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好枪啊，连长！可惜没子弹了。赵一他们呢？没看见？就你一个人吗？还有活着的弟兄吗？可能已经被打散了吧。连长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们下山，到村里看看。走，是。我在烟雾。
起来，士兵鲁大哥。我是771团203连通讯员李少一，他叫刘峰，把信放下。这是我兄弟崔宝森，他是通讯员，都是自己人。你们的队伍呢？哪还有什么队伍啊？都打没了。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。附近到处都是鬼子，这样单枪匹马的坚持不了多久。家没了，队伍也没了，能去哪儿？哎，你们去哪儿？哦，我在找我们连长，突围的时候他带人殿后，之后就没音信了。你们连长？Thank you.
子！特意，云峰，杨奎，小五，哎，可找到你们了，自己人。连长，是我们。连长，少一啊，刘峰，你们怎么还没走？大部队更换了集合地点，我看你们不知道。小五，更换了集合地点。对，团长要求大家务必在18号以前到武乡县东北部驻地集合。是运输车，我看见罐头了。日本货你也认识？我嚼过那玩意儿，新不拉几的不好吃。这么多东西往东边拉，那边一定有重要的部队，要不要侦查一下？少一，你留下，是和组织取得联系。大哥宝森，你们掩护他，其他人跟我去前面看看。好。继续一下。云至少有一个团，要能抓俩活的来就好了。不行，这样会打草惊蛇的。要你说，杨坤，把这儿的坐标记下来，回头让组织汇报。是。
还是联系不上。信号太弱了。大哥呢？懒驴上磨屎尿多。那不回来了。车医。啊？好像不对。什么不对啊？你看大哥。带来一个小鬼子，快追他！啊！白给路！君は医者か。よし。見てくれ。腰痛みますよ。噛めば楽になりますけど。そんなもんいらん。してくれ。日本語ができるの？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るので。よし。見たところ、お前まだ残す価値がある。一つ聞いてくれないでしょうか。言ってみろ。民間人を傷つけないでください。彼らに罪はないです。言うことを聞くと思ってるのか。あなたの傷口はもう炎症しています。毎日薬を取り替えないといけません。もし傷口が腐ってしまえば、この片腕を使えば取れてしまいますよ。私は帝国の軍人だ。腐るなどと言うな。たとえ腕が取れても、必ず戦争に勝つ。こんな残酷なやり方なら、他国を侵略して、この戦争に勝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か？戦争の終局は分からん。が今、君は私の捕虜だ。中国にことわざがある。勝者ウェイワン、敗者コウ。現在。俺がワン。私たちがよく使う言葉は、多心不義、必自毙。お前はまだ来い。命が欲しいなら、でたらめを言うな。おい、連れて行け。怎么回事？刚抓的。谁让你抓人的？你疯了吗你？你嚷什么嚷啊你？你挡不挡纪律？你这样暴露目标会害死我们大家的。是他拿枪顶着老子的，我能怎么办？行了，别吵了，走。嗯。
是日军作战图。根据标记的路线看，他们是从南漳县出发，一路向北挺进。那他们的目的地那应该是这儿，武乡县。武乡县东北部。糟了，大部队集合地就在那儿。电台能用吗？信号太弱了，试了几次都不行。再试试，再试试。啊，他是个日军军官，抓了他，日军很快就会发现的。刘峰说的对，我们先离开这儿再说。那他怎么办？带走。何？藤原のような人間が何の理由もなくいなくなるなんて、しっかり調べろ。藤原少佐がここを離れるときに手紙を残しました。静かな場所を探し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。他には何も聞きませんでした。でも彼はまだ当時その支配区域にいました。藤原君、彼は優秀な軍人だ。彼がこんな間違いを起こすなどありえん。ひょっとしたら八郎軍がもう攻めてき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。命令、藤原中隊を防御固めろ。捜索の範囲を広げ、いかなる者も見落とすな。はい。少爷，电台好了吗？我再试试。再试一下。掌柜，慢慢看看。是。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不饿。别扯能啊！我知道你琢磨什么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立下大功的。要不是我抓那个当官的，能有情报吗？你别跟他自作聪明。你把那当官的抓了，日本人肯定会到处搜捕，还立功呢，能活着出去就不错了。吓唬谁呢？老子枪林弹雨的过来了。因为你说两句，我就会怂了。连长，连长，有鬼子！快拨好隐蔽！是。小心交叉！跟上！小心跟上！いえ。敵に抵抗しているときに藤原少佐の死体を見つけました。何？すべての証拠は八郎軍が表明しています。今日の夜9時に我々の縄張りで八郎軍を発見しました。八郎軍の正体がこんな時に我々のところに来るとは。秘密の捜索でなければ何か特殊な軍事行動だ。命令、全体集合、犠牲は惜しまん。何としてでもバルーの正体を証明しろ。はい。别难受了。连长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电台也不会停，疯子也就不会。这也不是你的错。那现在电台丢了，情报也送不出去了。我看我们还是加快点脚步吧，尽快跟大部队会合。小虎，那条路最近，
那得向东走，不过路特别难走，主要是别吞吞吐吐的，主要是得先穿过日军驻地才送得出去。鬼子跟着我们一路往西追，但是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还会回来。行，就这么办，我们走小路回去。教官，难得。有人收音。连长，前面日军驻地，能不能利落点？跟我来。前面日军驻地，好像有咱们的人，都是老百姓，替日本鬼子干苦力，活都没干啊！他们就。小鬼子太不是人了，去看看。立即，咪。
君は大日本国軍だ。よく覚えておけ。帝国軍人の尊厳を守れ。このような行動は絶対に許されない。わかるか。はい。俺の状況はどうだ。報告上将。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。すべての捕虜を捕獲しました。よし、さらに監視を続けろ。いかなる問題も起こすな。はい。小红，一共多少百姓？一共十多个。连长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现在情报比什么都重要，必须有人尽快活着出去。连长，我们必须把情报送出去，但也不能扔下百姓不管。你们自己决定吧，愿意留下的跟我走，其余的送情报。好，我跟你走。我去。海少峰，你这是白白送死啊。别说了，大哥、老崔、少仪，情报就拜托你们了，一定要保证情报尽快送达。连长，别说了，快走。嗯，老崔，大哥，名前だな。結構色っぽかったよな。うん？気のせいだろ。そんなもん誰もいねえだろ。多少人？来人了！别怕，咱俩小声点。小红，一共多少个人？一共十一个。
来不及了，快跟我走。来，来跟着走，来跟着。少爷，你们知道，少爷，他
杀得不轻，连长。带上你快撤，不行，我留下。我做命令。走，快招领老师掩护。快走，连长，别杀。大家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很快。少毅，你没事吧？记得住，你们三个跟我来。坐下休息会儿，少爷。大哥，老崔呢？他电话马上过来。少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到了，老崔在这儿呢。人太脏了，你骗我！他要是来了的话，他一定会骂我。少爷，少爷，挺住！少爷，你给我挺住了！少爷，我好冷啊！少爷，老崔，老崔，少爷，天冷就不冷了。你好，我是八路军七七一团2130连长韩少峰。
我是镇地医生，我叫沈陶然。部队的人就剩你一个了吗？嗯，你跟我来。目前的情况是这样，日军知道有我们的存在，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我们不能选择大路回去，所以沿途的路程会非常难走。我明白，只是这段时间老百姓们受了不少折磨，体力都已经很差了，加上还有这么多的伤员。我口渴了，去给我找点水喝。口渴，等着，马上回来。有重伤员吗？有一个腿部重伤，恐怕不能独立行走。有人能背他吗？他弟弟应该可以。路途比较远，体力不行的话再换我们的人。哥，找你半天了。哥，这为什么呀？说什么胡话，我不怕你拖累。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经理，大家都已经走不动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不行，日军很快会追上来。都已经走这么久了，再不让大家休息，会出人命的。五分钟，最多休息五分钟。谢谢你。
再休息五分钟。大哥，小虎，去前面看看。是。吓成这样，少废话，我这警惕性高，注意警戒。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休息一会儿吧，都是有这身子不好，连累大家了。别这么说，大家都很累了，不止你一个。累了，这也不说话。刚刚在那边，那个当官的和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呀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你们俩在一边嘀咕。你怎么了？他们嫌我哥是负担，对吧？没有。别骗我。我没骗你，要是没有他们，我们谁也走不了。我知道，他们不愿意带他走。我哥肯定是看出什么来了，才会那样的。小鬼子那么侮辱他，他都可以忍下来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人死不能复生。如果你不想辜负你哥的话，就记住他的话，活着回去。可我哥不能白白死了吧？我们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，日本人随时有可能会追上来，能不能活着回去我们谁也不知道。小栓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也是一个坚强的人。我就是不能接受我哥就这么死了。时间到了，大家出发。别想太多了，记住你哥的话，要活着走出去。走吧。状況はどうだ。もうすぐです。前進を続けろ。就讨厌你这副样子，像所有人都欠你一样。无所谓，能把你们带出去就不行。连长，前半夜保持警惕，困了就休息，让大哥换你。是。哎，上半夜我警戒，你好好休息。下半夜换我。好的。陈医生，芷兰姐，你等我一下，一会儿过来看你。今天你请假啊？是。辛苦了。没有，早点休息。
韩少峰，帮你包扎一下。我自己扎吧。不是大夫吗？这点伤的疤，都生成这样了，我要不告诉你，你就不知道吗？没事，战场上这点伤不算什么。你是怎么被俘的？医院被轰炸了，大家死的死，昏的昏，没过多久鬼子就来了。就你一个人活着吗？日军的一个中佐当时受伤了，需要大夫，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。你们呢？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？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，正巧路过集中营，碰巧看见他们。我知道，其实你可以不救我们的。如果没有这么多负担，你们也许已经走出去了。把这个交给他，再遇到鬼子，让他拿这个撒气吧。韩少峰，我们真的能走出去吗？你们一定能走出去。前方の状況はどうだ？3キロメートル先で敵を発見。八路軍でしょう。うん。我々ついに見つけたな。命令を伝える。全速前進。はい。找到你们了，我们还以为你，以为我死了，老子命大，怎么能就这么死？你跑哪去了？你害我们担心你半天。我迷路了，到了晚上就更不知道那是哪儿。还好我们换了路线，要不然你找都找不着。我怎么？报告
崔，老崔，老崔，老崔。みんな死にましだ。バカ野郎。奴ら剣をして、そう遠くはない。おい。はい。小心点。哎，大哥，给老张喝点水。大哥，杨虎、小虎，你们跟我来。翻过这座山，就离开敌占区了。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们已经和大部队会合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连长，你让我说完。按我们现在的速度来看，我们翻过这座山，至少要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，我们恐怕躲不开日军的追捕。为了保证大多数人能够顺利到达，我们必须兵分两路。第一路按原计划进行，翻过这座山，离开敌占区。第二路留下来，引开敌军的视线，把他们引向不同的方向，拖延他们追赶大部队的时间。我想你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我不能再强迫你们了。你们考虑一下，一会儿告诉我。小栓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小栓啊，在这些人中，你是最年轻的，也是体力最好的。以后的山路不好走，我命令你，照看好大家。不管后面发生什么事，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停留。一定要翻过这座山，尽快到达。你们呢？不一起走吗？我不和你们一起走。他们，我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你们需要知道原因，带好你们队伍就行了。韩少峰，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凭我必须让你们活着出去。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白白牺牲。我答应过他们，一定让你们安全到达。给我找两套百姓的衣服，我有用。上次顺完部长你先走了，走在路上，我们三个心里谁都不痛快。最后磨叽半天又回来了。这次我不干这事，你是连长，我听你的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连长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也活不到现在。我不走，这次我也留下来。不是，你们看着我干嘛呀？连长，我从18岁起就开始跟着你，我从心里拿你当我的亲哥哥。反正这么多年，你骂过我，也打过我，不过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。反正我王小虎这辈子没服过什么人，但我还真就服你。反正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，绝无半点怨言。因为我知道你做的都是对的。带上你的人先走，我们随后就到。为什么不一起走？你们行动慢，我们行动快，我们很快会追上你们。不行，要走，一起走。你不要总想着自己，还有这么多受伤的百姓呢。韩少峰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大男子主义？既然要救我们，为什么不把我们送到目的地？放心吧，这路上没有日本人，你们加快脚步就行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有一套，我的也给你。谢谢。这是干什么？韩少峰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不想让你的人出不去，就别啰嗦，快走。我不走。沈陶然，你是个军人，这是命令，快走。
每天我都会去问，他们说一有消息会告诉我的。要不是他们，我们回不来。他们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。陈大夫，
不休しろ。簡単には殺さない。